learning, learning, learning.一定要在彼此面前放一个响屁，因为如果你办不到这一点的话，很难走一辈子。我还蛮给你蛮多空间的。对，对，但是有些时候你会突然出现在我的洞穴的门口。吵架会让感情更进步？不会，会有伤痕。我这边有很多，那再多几个好了。结婚后热恋感不在了，怎么办？那你有很受不了我的时候吗？感受约会的 mega， 我不是只有你交过你一个男朋友 come on